Hello， 歡迎大家嚟到今個星期嘅 Soul Flute 每週通訊。今天是11月13日星期一，繼續有咪咪同大家做節目。咪咪打招呼啊！咪咪打招呼，嚟望嗰邊打招呼。咪咪唔想打招呼啦，有佢啦。今個星期咧，我哋有總共咧6574次嘅觀看次數嘅十大先啦，講下十大裏邊第一位，我估唔到嗰只借東西的小矮人咧。有227次，我自己就麻麻地呢只歌嘅，咁所以就估唔到咁多次。第二位那兒187次，第三位沙下大浪 Get Back in Love 186次，第四位希信嘅天空之城134次，第五位何海林嘅 Grade Two 表演歌118次，跟住睇下先，波兒97次。跟住山下大浪嘅 Dreaming Girl 97次，跟住係我上星期嘅 Soul Flute 每週通訊96次，第九位兒歌80次，第十位係長腿叔叔73次嘅。今個星期都係一個好好嘅訂閱次數啊，總共有多咗10個訂閱，冇人退訂，第二星期冇人退訂啦，正啊，同埋咪咪正。跟住已訂閱狀態3792次，未訂閱2782次。咁十個訂閱裏面咧，睇到嘅有6個啦，有6、7個。頭嗰4個都係 elementary 同埋 intermediate 嗰啲 studies 嘅。跟住有世界真細小 duet number 1，山下大浪 get back in the 波加一個，希信嘅天空之城波加一個 good。跟住就係依一個播放清單裏面佔咗3940次。YouTube 搜尋642次，外報525次，瀏覽功能396次，推薦影片370次，播放清單頁面370，頻道頁面259，4858次喺香港，日本439少咗，台灣263差唔多，美國116多咗，英國87多翻啲，紐西蘭0次。跟住紐西蘭咧佔咗今次個禮拜有新嘅城市紐西蘭啦，直情係0次。跟住觀眾年齡層次65歲以上15.7%，55至643.9%，45至54 2.3%，25至3421.6%，18至247.6%，女性佔咗40.1%。同上次差唔多啦，咁上星期啦，由11月5日至11月11日裏邊咧，11月6日佔最低嘅278次，啊真係好低啊！跟住最多嘅係11月8日1732次，今個星期嘅犀利啦！今個禮拜預計收益咧係暴跌，上星期10幾蚊，今個禮拜得翻1.24，我真係唔知 YouTube 點樣計錢嘅。瀏覽功能網頁。賺咗1.06 ，YouTube Premium 0.16 ，Short 另外賺咗$0.02，真係好神奇！我完全唔明白 YouTube 嘅依一個計錢方法，點一開始計錢咧都好地地嘅，咁就容易啲賺錢啦，咁跟住就越嚟越難，係啦，我完全唔明白佢點樣可以做到，咁所以大家咧，如果想用 YouTube 賺錢咧，我哋音樂人咧係真係比較困難嘅，我哋啲片都冇可能條條咧係吸引人聽㗎，尤其是嗰啲 studies 啊、考試歌咧都唔會好多人聽嘅。咁好老實講，你吹流行曲、拉流行曲都好咧，都唔會話特別多人聽。部分觀眾會話上網揾到聽到嘅，咁但係你玩流行曲，譬如玩我今個星期點解咁少錢，都有其中一個元素就係因為我個十大裏邊咧。大部分都是不計沒收益的，全部都是有版權，咁所以就冇辦法啦。咁今個星期都幾可怕。咁奉勸大家，如果真係想賺錢嘅，咁 studies 咯 ，studies 係真係可以賺到錢嘅。唔多，咁但係起碼叫做賺到。咁但係你玩宮崎駿啊，玩迪士尼啊，玩啲尤其是廣東音樂咧，咁就比較難啲，因為版權捉得好緊嘅。反而日本 pop music 有陣時佢會唔計，咁你反而有機會做多啲。外國嘅 pop music 我做得唔多，所以答唔到大家。希望幫到你哋點樣選擇玩咩樂曲啦。好啦，中意我嘅頻道記得訂閱、贊好同埋分享啦。下星期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，咪咪，我哋又過嚟咁拜拜，咪咪，咪咪，依度咁拜拜，拜拜，咪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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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